开饭了，姐妹们，先来一个饭团，上面是沙拉酱。太好吃了。再来一个小肘子，看别人吃了过瘾了，这样下手吧。好好吃。酱沙拉酱很好吃，人间美味。再来一个，这个比较细一点。把肘子吃掉吧，用生菜包起来。
骨头都酥烂了。最后一个饭团。这萝卜太硬了，下次不能放萝卜。今天先吃到这儿，拜拜。